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白，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，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19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，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，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，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观，3600圣，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义三贤张秋盛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圣训文物，一楼有读经教室，国乐班教室，神韵合唱团教室，四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，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，学界英文道义班，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，办公室与交易厅，义和众志爱心会，
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。九龙半仙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，及道义劝善图文。